着不好吗？别来寻死！斧头钝击之法，也敢击无虚动？再招一回禅院，钝击之法，也敢击无虚度？好好的禅院全被你毁了。和尚，看来我这里索取。
不等我进了山来再与你斗。吾乃观音座下守山大神，休得放肆。住！跟我来山顶挥挥。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巨型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